下面请您欣赏歌舞升平，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好，受累了啊！今天很高兴啊！哎呦，给我的，给于老师的，都一样，都一样，都给哈、嗯、啊！好，谢谢大姐，嗯。哎呀，说相声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对，啊，尤其是跟我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你看、啊、这个，您别把我都说一块儿去，您这争嘴，你知道吗？这争这干嘛、哦？谢谢您啊，这是卖不出去都给我了。好，谢谢您。又挡着那边那几位啊？啊，看得见吗？还看不见吧？看不见，我给挪了。哎呀，活该啊！谢谢，别花钱啊！真的，我谢谢各位，您来捧我们这就了不起了。您再花钱，这也拿不走，真的啊、嗯！您还要干嘛呀？拿走搁家有两天，你就坏了。嗯，我下回在这桌子上我弄一二维码啊！嗨，哎，您打着过，你不用看我，你就一随便一扫就行。谢谢吧啊！嗯，这个看着郭麒麟他们长大。我还是很感慨的，是吗？啊，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我们都小孩儿呢，还都是啊。对，刚才在后台看他这白头发，我真是，就是实话实说，你有点难过。这有白头发了啊！那会儿那多嫩啊！嗨，您哪时候年轻、啊？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您可能也是太使劲了。嗯，真的啊，就是那会儿小时候，你看我这。我呀，就属于自来舅。什么叫自来舅？你看我今天这样哈，我十六就这样，就长这模样。十六、十八就是老气横秋。哦，啊，到现在五十了，可能还好点。哦，人家没有，人家打小那个嫩。啊，您谁没年轻过呀？我印象最深，他大概十八九、二十郎当岁那会儿。嗯。哎呦，头发梳的还抹那个发油那个玩意儿。啊。穿个橘黄色的这么一个皮夹克。啊，对，有，哎呦，那个嫩站在那儿就那个骚，我靠！哎嗨，您这什么形容词啊？这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这份心情了。哦，就现在回头一看，跟老大爷似的，不就是老大爷了？那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都埋眉毛上了。不是土埋什么？土埋半截了。土埋半截的人了。对了，人是反着埋的啊。好的，我埋了，这是好在啊，后台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对。那会儿来的时候，你看一个个的，嗯，小不点儿。对，现在啊，都成家立业，成才的。后台一聊天，好，这三十八，那四十二的，是，我都感慨啊，我你都这么大了，嗯，师傅，我都来二十年了，你看看那个师傅，我来十八年了，嗯，感慨，多好啊、嗯，岁月穿梭催人老啊，是我跟他们说，好好努力吧，嗯，好好说相声，对，啊，说的好了，你就是相声一哥。哦，说的不好，嗯，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哎，一哥们儿，差不了多少，差多了，是一哥们儿就跟着大伙儿一块混了，就，嗯，啊，就这努力，是干这行都得有野心，出人头地，对不对？嗯，都是我这，成为挑梁的角儿，对了，我这能干商演，成名成家，全世界巡演，是我得红，我得好，嗯，家里人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得这样，谁不愿意这样？你不能说我，哎，我就这么混吧。啊，反正庙会有我就行。哎呦，对吧？我呀，明儿先演一个怀柔，后天演一大兴啊啊！我演上永定河演，对，是吗？没听说。你说就这段录音单独拿出去，大伙儿都纳闷，为什么会乐呢？嗯，就得听我们前面那段。对了，所以说看德云社的节目就这个毛病不好啊。是啊，单拿出一个来，您未必明白。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很熟悉观众，是也很熟悉我们这个行业。嗯啊，让观众喜欢你其实不难啊、嗯。四个字儿叫雅俗共赏。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儿，太雅不行，太俗也不行。对，哎，有时候相声是俗文化，嗯，承认吗？承认，是通俗，对，不是低俗，嗯，是通俗。对，你雅，你说你能雅到哪儿去？嗯，对吧？有时候有的朋友愿意跟我们说必须要雅，是雅代表着高尚，其实不准确，不对吗？哎呀，艺术是包罗万象的，嗯，你在雅，在艺术行业里边你
雅不过昆曲。哦，昆曲很雅。昆曲当年太雅了，还有比昆曲雅的吗？是吗？清朝的时候那都是老学究，那念书人做官的捧着康熙字典听昆曲。哦，现查。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唱词他都是典故。哎呦，你不看你根本就查不出来。引经据典。太雅了。乾隆44年的时候，哦，啊，北京城就是唱高腔唱昆曲。是。那会儿没有地方戏。哦。44年，乾隆44年有打外地来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叫魏长生。哦。资料记载他唱秦腔到北京这一唱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哦。场场爆满。嗯。啊，导致昆曲没有人看。哟，这后来唱昆曲的人找清政府到处出告示，严禁魏长生再唱。哟，愣把这人给轰出北京去了，不让唱。打那起，《大清律》写上了，嗯，必须唱昆曲。嚯，唱地方戏算违法。哦，哪说理去？嗯，啊，那会儿清政府提倡必须要雅，啊，唱昆曲，要听昆曲。嗯，啊，当然这是乾隆44年。哦，乾隆55年，乾隆过生日时候，就号召天下所有唱地方戏的，快来吧，给皇上祝寿。哦，就全来了，哎，北京城遍地都是戏台，大的西直门桥以外都是。哎呀，全国地方戏进北京，轰动天下，把昆曲打败才有的京剧。嚯，哦！就在中国戏剧史上，这个故事叫花雅之争。哦，你看有大清律给你背书，嗯，有清政府给你撑腰，是昆曲也没打过京剧。你看看，这个就是说雅到极致不风流。哦，太雅不行，嗯，太俗也不行。怎么太俗倒不行了呢？于老师一上台把裤子就脱了啊，那是不行，不像话，那可不吗？哎，好，谢谢大家啊。好，稍等稍等。什么什么稍等？今天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我老觉得这就不是演员的问题，这是观众的问题。所以说要雅俗共赏，是吧？怎么能雅俗共赏呢？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嗨，好家伙！我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讲清楚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哎，对，不是真演，啊，这个，这就说明，比如一个人，这人太脏了也不行，嗯，太干净也不行，是吗？有的人洁癖啊，别提这个了，早晨起来，别提这个了啊，是不是？嗯，人生活在世界上、社会上，什么事情都要接触。哎，您就说什么叫雅俗，其实按我来解释，嗯，就是个合适。怎么叫合适？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啊，啊，今天啊，什么电视台录像了，是，或者底下坐了好多领导，嗯，这个说相声他灵极了，怎么呢？他就知道说些什么适合今天的话。哦，明天你给他搁到村子里边，嗯，上村子里边庙会上说，他灵极了，哦，他知道什么话应该在庙会上说。哦，这就叫雅俗共赏，是吗？哎，你想一想，您比如说那个维也纳啊，唱音乐剧《金色大厅》。哎呦，您在金色大厅那儿说一相声，嗯，跟您在永定河边上那儿说一个，我永定河不赶紧洗裤子就甭说了，嗯，不会一样啊？那是不一样啊，合适就好。哦，这么叫合适？合适就是雅俗共赏。你这我给您换个讲法，单讲。比如说，于老师，啊，是。于老师出去吃炸酱面去了。哦，北京炸酱面各位您都去过，是那里边一进去那个氛围啊，跑堂的伙计嗷哇一叫唤，大伙儿跟着一吃一喝，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哎，跟我吃这面条这是一回事，市井文化吗？你看啊，于老师带着个女朋友吧，我这岁数了，哎，这你这一想就想了那么龌龊啊，这有什么？不是，就假设的一个人嘛。哦，虚构。哎，不是您现在的于谦老师。哦，哎，去年啊，去年，那也不成。于老师带着女朋友吃炸酱面，就这么一说，一进门，嗯，人家伙计他不都搭个肩膀毛巾吗？哎，对，来了您嘞，手巾板吗？哎，于老师来喽，是，快坐您嘞。哎，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面啊，都这味儿。那个两碗小碗干炸，知道？小碗干炸，对。这个是术语啊，外地人不懂。哦，什么叫小碗干炸？你上炸酱面馆，他那大锅炸了一锅酱，是这一锅酱能卖800碗。嗯，那个不讲究，讲究的是小碗干炸。怎么说呢？我要三个面，三个人吃三碗面。嗯，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炸出来的。哦，就是为了给你这碗炸的。
嗯，哎，这叫小碗干炸，是，其实就是单做的。哦，不是那大锅里蒯出一勺给你放里边。哦，这叫小碗干炸。哦，哎，两碗小碗干炸，多好啊！两样面切条。嘿，不要青豆，嗯，多来蒜，是两瓶啤酒，十个大腰子，我坐那来。好家伙，我还真能吃，我这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嗯、你坐在那儿，你俩人包着蒜呢，聊着闲天啊，是，你会觉得这个气氛很融洽，不违和。但是你要换一个环境，你跟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换什么环境跟这不一样？比如说您带着女朋友，您到这个奢侈品店，哦，上那儿逛去了，对吧？嗯，跟这女孩于老师的女朋友。老提这女朋友、啊、不是虚构的吗、啊、玉谦儿嗯谦儿、哎嗯、哎，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嗯，我哪儿勾搭这么一大娘们来，这是什么味儿，这这是高峰他三姨，呵哈，别提他了、啊、嗯，谦儿，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个表，哎，对，你给我买个包，哎，这女的会赶折，哎呀，买个包啊，于老师行，啊啊，对我那么好，给你买个汉堡包，哎，汉堡包啊，啊，你这个人讨厌啊，哎、卖块那个表，哎，对，买手表，几十万的那个表，嚯、哦，还有价，哎，于老师带着他，嗯、带高峰这三姨啊啊，俩人呢买表去吗？是啊，就奔 Seven Eleven 了，我、啊、那儿有卖表的吗？那个，我觉得挺洋气的名字，嗨。不是奢侈品店啊？没有，买包去，买包得上那个店啊。对，俩人就奔新发地了。那新发地有卖包卖表，有个物美超市是吧？卖那、啊、更还不如 Seven Eleven 呢。老婆，我不懂啊，因为这三姨跟你走了，我哪懂去？嗨，就是奢侈品店，俩人手拉手，嚯，奢侈品店哦，奢侈品店那个服务员人就不能跟那个炸酱面那个跑堂子似的了啊，肯定有区别了。买人家穿西装打领带啊，嗯。先生好啊，于老师您好啊，认识，请坐啊，谢谢啊，啊啊，您是来看这款包的吧？是啊，嗯，这是今年秋冬的新款，哦，嗯，配上秋冬季的短款貂绒外套，非常得体啊。哦， 哦回头喊这同事丹尼啊，把这包拿来，让于老师看一下。哎，我你坐在那儿也俩跟真事似的，那是俩人这装的哎，跟那正式两口子似的。哎，这嗨，这环境这个气氛他都对，嗯，这就叫合适，哦，这就合适了。你炸酱面馆弄得跟奢侈品店似的，不行吗？好家伙，您俩人领着手一进炸酱面馆，有身份这样。伙计打领带过去。对呀、啊，于老师您好，认识，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旗舰店。这还有旗舰店？这是今年秋冬季专用炸酱。是啊，配短款两样面切条。哎，对，那倒是尝不了。丹尼，嗯，把那个限量的独头蒜拿来，让他嚼一下啊。那、哎、就、嗯、不合适啊。那听着也别扭啊。啊，你这个。这你比如说你奢侈品店跟炸酱面馆似的也不行、嗯、那也不成吗？那是啊，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啊，我们上奢侈品店啊，你给我买个包 啊， 啊，走吧，他三姨啊啊，俩人去了，一进门奢侈品店这服务员搭着手巾就过来了啊，来来来，是啊，于老来了，哎，认识，哎呦哎呦，坏大娘们，嘿，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哎呦喂，这可不赖呆，哎，不赖呆像话吗？比那天里好，今儿有头发、啊、别说了、哦、啊，太好了，您快坐快坐快坐、哎、啊，赶紧说包，给他买包是吧？可不是吗？来着了，今天新出的，倍儿好，倍儿好，就是不好卖啊。是啊，我们掌柜的急坏了，又上火又窜稀的，是吧？什么话这叫？二秃子把那包拿着，让于大爷搂搂，嘿，哦，哪于大爷？你看就勾着大娘们那个老于，别说了呢，这好听吗？这个你，这就不合适，他太不合适了，这个对吧？啊，所以雅俗共赏其实就是一个合适。您说这还有一定道理。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技巧、哦、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哦，他就会有合适的效果。说的对，就这么简单。是说相声首先得是个心理学家呀，还研究心理学啊？我们净研究人了，是吗？就这么研究还经常人弄里边，我嗨，研究的不透吗？是吗？心理专家哦，做相声不容易。举个例子，各位啊，嗯，你看有一个北京小吃，嗯，叫卤煮火烧，有人爱吃，嗯，就是猪大肠嘛，是也有小肠的，对，反正是猪肠子，是猪肠子，有爱吃有不爱吃的，因为它、啊。他原来是装那个的，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可不呗啊！炖吊子，
啊，那都是那玩意儿，对吧？嗯，九转大肠，是的，红烧大肠，是，这个大肠原来是装那个的，嗯，洗干净了你就吃，哦，你那饭盒装完那个，刷干净了盛上饭你也不吃。哎，你琢磨有点道理哈。你想去吧，啊，对不对？嗯，哎，来盆水，嗯，我这洗完脚了，啊，于老师来您洗脸吧。我准不干，多新鲜！洗脸水让他，跟洗脚水换一下，他接受不了。对，郭德纲你怎么这样呢？嗯，洗脚水怎么能洗脸呢？就是不干。嗯，可是您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呢。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你这玩意儿就是我一个人洗脚那水不行，我有洁癖。嗨，咱得讲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嗯，那么些个人老的少的在里边泡脚，嗯，对吧？他又不会游的，他净剩跟那泡脚了。啊，啊，您还往里边哇下去，还，哎呀呀呀，别提这个。你怎么愿意呢？啊，对不对？嗯，说这俩人搞对象，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嗯，说一说不行，哎呀，一分钟跟你都待不了，我忍不了你，我必须分手，我忍不了，马上就得分手。分手，马上就得分手。对，一分钟忍不了。对了，可是你上班你也不爱上班啊，嗯，你怎么能忍呢？因为给钱了。你就这么点区别吗？是不是啊？就咱就得琢磨，就得研究，把它研究透了，其实是研究舞台和人物心理。这对，这个非常重要。嗯啊啊，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哦，大饼卷一切，嗯，万物皆可天妇罗。这什么玩意儿？这我都没听说过。这句是我设计的。嗯，实话实说，说相声其实挺好玩，真的是吗？干完这行，别的你都不爱干，这行有意思，你可乐呀，是不是？尤其站上台上，说点这个，说点那个，这，嗯，我挺高兴。嗯，是你挺高兴那是。当然了，嗯，有时观众也爱说你们那小孩站台上说那话不像人话，是吗？您多避屈哦，哎呀，您多包涵。嗯，我们这行有一特点，是先学吃饭，再学养家。怎么讲呢？八岁的孩子站台上说相声，他不能说跟五十岁这俩老油条似的。嗯，小孩有一过程，他站着还害怕呢。哦，他得先说点那皮儿薄馅儿大的。嗯，观众一听乐了，俩孩子，哎呦，乐了，今儿死不了了啊！能上来，能下去，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逐渐有知名度了。嗯，他自己考虑那句话不能说了。哦，你说不好听，不干净。嗯，啊，我说那个，你台下那几个大美女这样看我多难受啊！你看，他就知道要好了。哦，要脸了，哎，他就慢慢的调整节目了。嗯，这是个过程。是，所以您各位也得多包涵。这个没有办法呀，嗯，都得练嘛，啊，就是啊，慢慢的他就爱惜羽毛了。哦，当然了，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只鹰，啊，你要是个胆子你就别费了劲了。嗨，别爱惜羽毛了，那就啊，他爱惜个六啊，那个啊，是不是？所以说说相声既简单又复杂，嗯，都不容易。你站着蒙怎么也能蒙下来啊？要想好那是另一回事。对了，对不对？就跟你看。我跟于老师我们说相声，我们非常熟悉的掌握这门艺术，干别的我们也不灵啊，我们干这年头多呀，对不对？就跟说相声似的，全国这么些说相声的，他有挣钱有不挣钱的。嗯，那不挣钱怎么办？那就得从专业上找。哦，那郭德纲，哎呀，郭德纲看见人家同仁堂挣钱了，我也开药铺。是，我开多少个药铺，我有信心，我有信心管什么用？谁敢来吃啊？嗯，对不对？就跟说相声似的，咱们这要对门说相声挣钱，咱们不挣钱，人家给于老师勒死吧，挂他门口讹他。啊，是打官司咱能赢，给咱赔五百块钱是吧？我就值五百块钱呢，您这把我给豁得太狠了，您这主要人家嫌你脏，哎，就到五百了。玩笑说玩笑，其实要谢谢各位观众，是您大伙儿对我们的宽容。是，我们这个能力一般，水平也有限。嗯，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不吗？嗯，你们不能这样啊。倒霉你们身上啊！啊，这前两天于老师那个单飞就够我们受的了啊！别提这个了，但是也挺好的。
怎么呢？也挺好。你想啊，你想这个道理，嗯、啊，网上好多人自媒体人都写于谦怎么怎么着，嗯、我挺高兴，其实。怎么您还高兴呢？一个演员，如果连自媒体都不愿意给你编故事，你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也倒是，你看，去吧，反着想，你不值钱哦，人家编你，然后这帖子沉了，你有意思吗？是吧？嗨，哎，非得写于老师，于老师单飞了，于老师你算。你要飞你走你的，哎，我替你照顾家，好吧、你不用不用、一说他单飞吓我一跳，我以为人家看出什么来了、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得回来说相声，这是根儿啊，别的咱们也不会啊，可不吗？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叫脱鞋上炕，嗨、哎、一个都不对，说学逗唱哪有不知道的，观众都知道。对了啊，你说这说学逗唱人觉着没有意思、人已经上炕都坐下来了啊，哎嗨、哎，说学逗唱，没错，说嘴里得干净，嗯，学各种模仿，哎，逗相声的最重要一点啊，乐，听相声为什么呀？嗯，听相声为的是开心，图个乐。哎，如果开心之后，从你的故事当中，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觉得有意思，并且值得学习啊，哎呦，这个就很棒了，不错。他这故事里讽刺这个人不好哦，我们得摒弃这种坏习惯，是不做这种假洁癖。嗯，嗨。摒弃我，这是这就很好啊，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是我要教育你，嗯，你得跟我学好哦啊，你如何如何，人家大老晚上上这听相声图一开心的啊，疯了让你数了大儿大女似的啊，没有意义。对，还有这个唱，唱呢，唱分两种，嗯，一种在学里边，一种就是我们的唱哦，太平歌词啊，这是本门唱啊，嗯，太平歌词现在观众都很熟悉了啊，过去有一段时间太平歌词挺不值钱，是吗？因为它旋律简单哦啊，嘿，好家伙，吓我一跳！嗯，你活了活不了。旧社会，你看那个连拉洋车的，嗯啊，摆摊卖糖的，嗯，都愿意唱这个，他们都唱。哎呀，太简单了，是吗？啊，就是因为简单，后来但没人听，也没人唱。那您给唱几句啊？我唱几句，你们听听啊，好不好？哎呀，唱一什么呢？你们大伙儿点一个，嗯。这个状态就跟站在怀柔大集上似的啊！我这是负荆请罪来。嗯，好，行，嗯，喊了半天也没喊出明白人来啊。是，我给你们唱几句，有一个太平歌词叫《满江红》，唱几句你听听，好不好？好。嗯，西子湖畔草青青。千秋景仰五木岭，都只为金兵占了中原地，劫走宋帝回亲二宗，有你马杜康王徽宗继位，那大好河山一旦坑，岳鹏举会师北上，迎二圣则亲会，里通外国他要害英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台王宴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愁，不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他长居踏破火烂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小叹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好，满江红，这还真新鲜、啊、这个呢就是说相声就必须要会的，嗯，太平歌词是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归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
哦，啊，学个一个什么吆喝呀、叫卖呀、小曲小调、地方戏。哦，这个呢，我跟后台的孩子们我也说了，嗯，我说你们唱啊，就摘自个儿适合的。怎么叫适合？不是每一个人适合所有的曲种和唱法，是吗？你的发音位置、你的习惯都是。哦，你看我有一徒弟叫张云雷，这你们都知道哈。啊啊，张小辫儿。嗯、他打小跟着我太平歌词一句句教的、嗯、包括我给他摘的、评戏你比如唱个乾坤带啊唱个什么的王少安啊、嗯、对啊京剧唱个锁麟囊他也爱他能接触到他在天津北京因为他唱锁麟囊唱的挺好确实影响很大是还有好多观众捧哎呀说我们听锁麟囊是这个张云雷给我们带起来的嗯这话也对也不对是、啊、确实他影响挺大啊但是也有人说不对嗯我听锁麟囊的时候，他还没张云雷呢。嗯啊，这个很正常，啊，很要有人跟你这么说，你就跟人说，对，你说的对就行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这个、哎，就说你别抬杠，别抬杠，啊、可 不抬杠、哎，别抬杠。他唱的挺好，他适合这个。嗯，后台有几个孩子找我，你孟鹤堂，嗯，烧饼，嗯，张鹤伦，啊，鹤伦，这仨东北人，是不？哦，要唱锁麟囊，嗯，我说唱呗。不会，啊，让您教不会听去，哦，听谁？哦，你听张云雷就行。啊、嗯，不，听他更唱不过他了。嗯，我说你没有必要跟他去比。是啊，对不对？你各唱各的，有你们的特点。对呀、啊，就想唱锁麟囊，那就唱呗。先来头一句试试啊！啊我唱一个，来，春秋亭啊，对，春秋亭呗啊，春秋来唱春，你看，嗯，春对啊。村啊，春对春，村哎，我说你这不要命吗？啊，不合适，唱不了。就照你们这个，你们就按照方言唱就行。啊、有方言的这个吗？春秋亭外风雨暴，嗯，何处悲声寂寥寂寥啊？啊，隔帘看见有一个大花轿，嗯，想必是结婚。朱雀桥，嗯，今日良辰这旮旯当欢笑啊，啊，为什么在那儿一劲儿的放声嚎啊？哎呀，回头我把梅香叫啊，哦，他要是再好，我把他挠啊。哎，这什么呀？这是，你别费那劲了 啊，好好唱二人转比什么都强。对，哎，那倒是，他有个合适啊。对他们就合适那个，不合适不行啊，对不对？嗯，嗯你看我跟谦儿哥，我们小时候学这个有关唱戏的时候，我们都专门找那个专业老师教我们。他有培训嘛？那会儿小的时候，我们在曲艺团学员班。是啊，那说学京剧了啊，送到京剧院去。那时候真下功夫，谦儿哥送了京剧院去。我喜欢啊。哎呀呵，他打小他就是他玩心也大。嗯，你说斗蛐蛐啊，喝酒啊，聊京剧院的老头们多爱他。啊，这都能聊到一块儿。哎呦，烧锅炉的王大爷，扫地的赵大爷，嗯、啊，弄抬毯子的李大爷，做饭的孙大爷，一个唱戏的都没有啊，合着，全是打杂的。爱他啊！我那会儿爱唱评戏哦，就给我送到评剧院。你学评戏？那就小姐姐们是唱花旦的，唱青衣的，二十来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就嗯。早知道我也学评戏呀、啊，你这，嗯，就为了学艺术啊。那当然是啊，但是他会的，没有不会。都唱过几句，像我们这法儿，就说这京剧、评剧、梆子拿起来就唱，啊、你给大伙唱两句吧，好吧？谁我呀？我可不行，要听唱还是您唱？你看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唱几句，好不好？一块儿唱什么？哎，好不好？哎，我们有时候后台唱着玩倒是老唱，嗯啊，评剧有一出了不起的叫《刘巧》，这您知道吧？呵，那是现代戏里有名的。咱俩也把那对唱那几句唱上。唱几句行？啊，我唱赵柱，您唱刘巧，唱刘巧，好吧？我给您搭个架子，哎，好极了，好吗？你就听于老师，我这个不重要。哦，不是，主要听。哎，您客气了，您来吧。嗯，一见大婶扬长去，众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礼，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边解决问题。村子里万一是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一样的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哎，有这词儿吗？这个
什么词啊您这哪他妈些个不同意啊忘词儿了吗该是就几句吗、啊、你看在这几句听着谦儿哥唱的味儿好下过点功夫味儿好啊你看这个唱评剧就简单一点是要唱梆子就难了梆子不容易唱哎呀梆子那个发音位置不一样是吗我小时候唱过梆子哦唱了唱时间不长我就不唱太难受了您现在您得唱不是他关键你唱梆子他更讲究是用丹田气哦这一出梆子唱下来小肚子疼发音位置好这不一样你唱评戏你唱两天你都不累这梆子什么味儿啊那味儿梆子、啊、你包括唱老生啊他男老生女老生还都不一样您试试啊啊你看比如要女老生他调门又高哦您唱你看嗯我替儿啊倒是发音位置不一样嗯通透啊调门又高您再换一个来但是要男老生就不一样了、啊、男老生呢男老生他没有这么高是啊所以说他经常就是半说半唱那您你看王庆林银达的先生那个他那个位置找压低点你换一个他是那种啊是可说是哎我的儿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非要听哎还有一个那个爷爷说孙子的我就不听了、啊、嗯爱什么内容都成不听了你看这就不一样啊所以地方戏我还是学过是吗但是我最出头的呢唱歌歌不爱唱我问过好多唱歌的朋友啊我说你看我为什么唱不了歌啊人家说你呀、啊、净唱戏了哦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各种小调你都唱是这个唱歌的时候呢你因为你熟练地掌握了那些传统的技巧哦所以你唱歌大伙儿一听就是戏味了是是你得把那些全卸下来嗯但是很难列位你下那么长功夫了也好费这么些的就好几十年了就会这几个歌没有一个是人味的是吗会哪歌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唱在这里没有不错错玩耍错了没有错了错了哎怎么了词儿错了哦您说说我爷爷小的时候对呀对他看谁唱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没有活词儿的知道吗、啊、唱去老学着跟还跟唱戏似的啊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大约在冬季嘿那您唱着吧轻轻的嗯我将离开你嗯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耶嗨唱成什么味儿反正这是准的对不对来会一那个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哦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嘿呀我以后不跟唱二人转的妇女们一块玩了、嗯、啊直追张鹤伦嗯这都他们教的我嗯嗯啊我后来学了一个那个歌倒还挺好又学了嗯嗯哪个那个什么菊花朵朵开呀、啊、这是哟不是、哎、不是菊花什么花茉莉花不啊啊桃花桃花朵朵开桃花朵朵开啊这个我真下功夫学好几天嗯来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嗯、等着你回来看着桃花开嘚儿啊没摇眼儿呀断了啊嘚儿啊没摇哎、啊、您彻底串二人转去了这回怎么唱怎么唱我哪会呀反正我唱这个都差着啊都差着 啊, 啊所以说我就玩命人告诉我你就玩命听哦想唱这歌玩命听就听这一个人的歌、哦、你可别逮谁听谁啊哦就听一人听太杂了容易串是吗有一个歌你要唱会了你就都会了哪歌啊我这个报告大家这两年没出了演出我真是学了一个歌曲好害羞是学了一歌曲还是学了一唱歌曲的人不哎呀这话说的没有毛病啊我学的是那个谁学的王菲啊您谢谢各位我学就王菲王菲我但是我还不敢唱我老爸不对干嘛不敢唱啊您得练啊你们对王菲都熟悉吗啊要有不熟悉我就好一点 啊不不您真学他了、啊、真学他了那您给我们唱一下怎么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学一下大家啊我学一学王菲啊
我不知道您哪位是他的歌迷啊。啊啊，好好好，谢谢谢王菲。来来来，有时间不唱这个，来看看。哎呀，呵，先跑一会儿。哎哎哎，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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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怎么了？您这是王菲呀？王菲呀、啊，王菲不这样。哎，戴安娜王菲，嗯啊，就是撞死那个。好家伙，这都是找于老师的吧？哦，都找于老师。有一个找我的啊，小心戒指。谢谢啊，还有没有啊？就没了。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特别的感慨啊。怎么？谁呢？这照说一半照相，去吧去吧，座丢了啊。到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还正经。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他才十几岁啊，小孩呢。刚才在后台，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啊，都谢顶了。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那是别感慨啊，是吧？来那会儿小孩，现在闺女都老大了。哎，对，都有闺女。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是啊。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给你啊，哥，生一闺女，对不起啊。我说嗨，是怎么那么别扭这话？哎呦，高峰来挂了。哎嘿，就为躲他合着。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咱们得好好说相声。那是这么些人爱看咱们，好好的说，把身体弄好了，哎，身体棒棒，多说些年，七十八十还能上台，多快乐，那才好呢嘛。九十一百那是幸福。哟，一百岁啊，一百二啊。嚯，一百四，我操，不嫌多，一百四还说相声？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这是个乐趣啊！谁的乐趣？我的乐趣。哦，我一百四，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啊，我得走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大伙儿也有原谅。到这儿我就得扶着呀，拄着桌子了啊，老艺术家了啊，能站住了就不错。喘半天，一百四，喘半天，吃药啊，现吃药，吸氧。嚯，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别上来好不好？哎呀，哎呀，大家好，哦，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还小学生呢，我叫郭德纲啊。介绍一下于老师。哟，我也来了，在这个盒里头。哎，我怎么都在盒里了我？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我多少年前就死了，合着。来吧，跟大家见见面吧。我怎么见面啊？把这盖儿打开，这就要见面。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为什么呀？我140了。啊，我准得有帕金森呐。那就是哆嗦了。这一举这个，哎呦呦！好，您给我挫骨扬灰了，这是。给你阳了倒没有什么啊，关键是我有鼻炎。鼻炎怎么了？打喷嚏里多难受。哦，您有鼻炎难受不行。嗯，把我阳了您没往心里去了。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哦，对呀，我就这一盒，我演不了几场，我怎么办？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哎呵，那怎么办呢？上场门来袋水泥。这干嘛用啊？头上场咬一盒就行。哎呀，我骨灰见面还掺假呢。玩笑说玩笑啊，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这是幸运的事儿。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干了这行，哪有这种幸运？就干不了这个了，不容易。列位，纺织女工都这么爱纺织啊？那不能。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怎么能够？工作，哎，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是一种幸福，真好啊！哎，我们俩人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啊，说相声最大的爱好。哎，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这是最大爱好。哦，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嗨，那也是爱好，骑大马。哎，喜欢马。哎，我骑一上小猫，那是驴，那是。哦，阿凡谦儿。
别瞎起名字了，于凡迪，于凡迪，行了。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怎么说的呢？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为什么？不管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你一定要占一样。哦，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不要跟他来往。为什么？因其无志性也。哦，这是原话。一点爱好都没有，净琢磨害人了。哦，一定要有个爱好。哦，这是好的，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我觉得可以。很谢谢您。到后台坐那儿，谦哥就来一根儿。我要照这么抽三根儿，我就得肺癌了。我烟头都吃了，多大瘾呢？我这是。好抽烟，喝酒也行啊，喝酒。在后台喝多了，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半。哎，我也不怕扎着啊，老烫头。我说你不烫，不烫不行，头发不好看。对，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啊，找那个好些个50块钱一张的，给他叠了个帽子。那是绿色的吧？您的，显得有钱吗？显得有钱能100多好啊，挺好挺好，没事。我就是聊闲天嘛，是吧？啊，哎，抽个烟，喝个酒，跟朋友聚聚，喝个茶，哎，挺好，这好。或者听听相声来，这是爱好啊。当然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相声。哟，哎，谁来说相声我不爱听？哦，不听就不听呗，别较劲。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哎，不科学。嗯，不听就不听，别较。看电影去。哎，啊，我不爱看电影。哦，回来听相声。啊，就这么俩选择呀，你不得干点什么吗？是不是？哎，就这俩来回，对不对啊？嗯，啊，我就不爱，也正确。嗯，啊，很正常。你花8亿拍电影，拿10000个奖，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你能弄死我吗？个人爱好不同吗？艺术首先是生意。哦，我老说说相声，我们都生意人。我们是生意人，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怎么？对过商场着火，你们都能上抢东西去，我不能去。为什么？火一落，警察一来，都谁抢东西了？10000多人不知道，有郭德纲在里头。哎，好，就认识你。我们干不了坏事。哦，哎，您各位愿意去就去吧。哎，也别去啊，看看电影也挺好，是吧？谦哥今年电影大丰收。哦，嗨，拍了几个？跟吴京演那个《干狼》啊，《干狼》拍第二了。等会儿吧。真的，我就佩服他。要咬着怎么办？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叫战狼，站着是吧？那谁这就是啊？您别胡说八道，就叫战狼，战狼是吧？啊，挺好。嗯，谦哥好看电影，好演电影。是啊，出了3D 电影，他每回他都去。3D 电影。3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哦，我没看。去了不方便，他行。嗯，三 D， 打他坐那，哦吼，哇啊，当真了，戴着眼镜跟着，好家伙，真爱投入，旁边的都看不过去，要死了，打，哎呵，打着吗？打电影院出来，谦哥还夸呢，嗯，3D 电影真实，哎，旁边打真打没看见，合着，真实啊，那可不真打吗？挺好，嗯，向于老师学习。别学了，是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也拍不少啊。啊，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赞扬郭德纲拍都烂片啊。哎，哈哈，这叫赞扬。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是吗？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电影啊，嗯，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都是哥们儿。哦，来帮忙来。嗯，我能用你就好吧，去呗。啊，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哦，也不是我编的，也不是我导的，也不是我主演，嗯，也不是我投资，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啊，活活冤死啊！是啊，我也不往心里去，那你说怎么办呢？嗯，其实舆论也好控制，是吗？拍一个好的，一下就扭过来了。哎，我准备来这《干狼三》，好吧？哎，不，就先把名记清楚了。哦，那行。哎，我们呀，其实说句实在话，嗯，从小到大到现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对，那倒是，尤其说相声的，嗯，都是我们的老师，全得学，难就难在这儿了，无章可循，啊，这个人张扬。唱京剧，我学梅兰芳，我学马连良，我学周信芳，嗯，你得跟他一样，嗯，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嗯，你学的对，综艺派嘛，我们这边不行啊，嗯，你跟先生一模一样，必死无疑啊，对，学的是那种感觉，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是，难就难在这儿了，嗯啊。
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就学张三，就学李四，跟他一样，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哎呦，啊，他上场观众就不乐，啊，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哦，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对，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哦，这人这样，我得学学。嗯，哎，这个，这我得学学。嗯，他爸爸我就没少看，啊，学我爸爸。你哎呀，老头儿。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啊，老头落魄的时候什么样，哦，学完你脑子里不一样。那当然，他爸爸当年能说吗？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说。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咱都说过了啊，纨绔呀，纨绔子，纨绔。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啊，老头也落魄了，就没钱了。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嘛，做买卖了，先是智障。哦，什么的智障，就是缺心眼儿，智障吗？制作手杖。这什么工作呀，啊，这是买那木头自个儿雕龙绣凤，然后在这儿卖的，智障的，制作手杖有一年左右。哦，有日子管着就好吧。那是一年左右。嗯，后来他爸爸就改了。嗯，犯贱。是因为智障所以犯贱吗？不是，贩卖宝剑。太难受了，这名字。就是连智障再犯贱，啊，三年多。好家伙，做买卖，吆喝怎么弄？我们看完了，哎，老头这好。啊，哦，有这手。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这也是功课。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哦，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这叫货生。哦，现在也没有了，现在跟街上你吆喝就城管就来了啊，这打跑了，正找不着你呢啊。啊，过去来说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那是广告啊。北京城卖菜的过去那跟唱歌一样好听啊，挑个扁担，前后箩筐，啊，十几样青菜，哦，叉着腰，嗯，挑着扁担，这在耳朵这儿捂着，哦，拢一拢耳音，什么味儿啊？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炖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一唱一大套，卖菜好听，说相声不容易啊，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儿。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嗯，见功夫，啊，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啊，通县都听得见，声音就那么大。通县还有一卖菜，哎嗨，那说俩卖菜的，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就哟，炸油条怎么吆喝呀？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得啊，我老看你炸油条的运气，怎么这么长黄不拉几的一瞧就，我你这油条就是铅笔啊，啊，铅笔。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怎么样？哎呦呦青哎，面儿又白，扔到锅里的飘了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炸棍儿，哎嘿，哎，炸油条这叫油炸棍儿，光有手艺都不行，你还得有嗓子，还得能吆喝啊。到天津炸油条的还有一种吆喝方法，什么味儿？炸了个圈，圈里套着杆，母连僧，九母到西天，打开了丰都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酱。哼，还有典故，炸油条有学问啊。嗯，现在油条真是，我是天津人，天津的，打小吃天津油条。哦，得够一尺，那好，枣红色炸的透。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嗯，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就这么实诚，也让你够一尺，嗯，又酥又脆啊。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对，也是你不心疼，我不光不心疼，我还得来碗豆腐脑。哎呀，没有这么举例子的。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卖包子呀，啊，包子不一样。哦，汉民的吆喝是包财。怎么吆喝？包菜好摆我的面儿嘞，尝点包拿着包，尝尝包根馅儿的。这是大叫包菜，嗯，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小人家回民的包子，小小子小伙计，嗯，童子音儿一叉腰，嗓子也足，吊门顶在这儿，什么味儿？新人
我吃了哩不如你哩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对好兄弟贵叫清真童子音山东济南就过了咱那火车站老火车站啊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哦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着嚯牛肚子都出来多大个的包子呀牛都包子里头了你瞧瞧形容这肉多哎天津包子四海驰名对呀、啊、狗不理不咬怎么呢坐上啊大生意啊、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他吆喝那怎么吆喝呀十冬腊月啊夜里边十一二点哦有打牌的散了有看戏的回来了啊晚上饿了要吃夜宵哦胡同里边来老大爷这是七八十岁挎一小竹篮子里边有几斤包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哦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怎么有人睡觉了哦怕吵俩字肉包怎么叫肉包啊肉字出来还挺大嗯包字特别的小什么味儿啊然后喝在这儿呢啊棒嘿半夜十二点啊睡醒一觉哦支棱耳朵一听胡同里边大爷来了然后睡你的哦睡早晨上班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那儿棒哎才来呀、昨晚没走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我回天津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卖什么这是你们老看着的这谁老看着现在可能都没有现在没人看盘了哈光盘呢光盘 VCD DVD 哈哦我们当年到退休年这都好东西是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谁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啊谦哥拿了一张接过来一看上面有个画是个外国大姐姐啊哪儿练的叫大姐姐呀然后有外国字儿外国字儿我哪认识啊那是底下一行中国字儿写着十八岁以下严禁自己看哦咱也不懂啊没用啊嗯给你吧拿回家了这点他很孝顺是吗十八岁以下不让自己看就跟父母一块儿呗跟父母一块儿把他爸他妈叫来三口做好了嗯统一光盘合家欢乐他爸爸没打死他呀是得打呀啊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怎么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对没听说那是机器的事儿吗那啊把这盘留下我好好检查检查哎留下了就是啊就是当年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哦但是这个都犯法的不让看多新鲜呢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哦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一袋一袋的啊是啊我在天津我瞧你大哥卖这盘啊哎站在胡同口插着腰踩着旁边咬着牙子哦一手攥着一袋这还吆喝天津人哎呦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 啊有男的有女的有男的跟男的有女的跟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多大胆子呀、这是他都得枪毙啊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说的是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啊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卖故意故意旧衣服哦家里穿不了了旧衣服卖了他收走了啊洗一洗熨一熨烫好了跟那挂着是不管是皮袄皮袍啊什么什么都有西装啊大褂都挂好了哦哎有的在店里边卖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卖摆摊儿哎也有伙计站这儿拿着衣服吆喝这怎么吆喝呀北京天桥净这个拿了一件皮袄怎么吆喝啊净故意吗是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哎不错哎这句接得好是吗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不错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来这样了我给您接这个好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哎不错取的有儿黑呀、啊、裤短的面儿啊不错瞧完了面翻过来哎你看看筒子吧不错这皮子是九道弯哦起个名儿 叫三样开泰的吧哎不错不管多冷的天刮多大的风是下多大的雪哦
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冰地里睡觉，嚯，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不错，你怎么会就忘了冷啊？皮袄好，把你给冻挺了。这冻挺了。这什么呀？这话啊，有冰天雪地院睡觉了吗？就说的是呢啊，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的，好听。天津也有卖故意的哦，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故意街，是是，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哦，拎着这么一件，嗯，慵慵散散啊，哦，耍，没有说过做生意，精神没有啊、哦，就这么着。谢总的，天津的老爷们儿怎么吆喝？嗯、啊。谁买谁捡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也不错。太阳的好同子，吸了口的火呀。嗯，一个土地毛头啊，打了买的水儿啊。啊来，我就把它卖，好了我就卖了它。嗯，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呀、啊。干嘛去、啊、你妈要钱去、哎、拿钱也算卖故意的、嗯、真正说吆喝上档次上品的什么呀？卖布头的。哦，布头也有卖也有吆喝。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是吗？这我们是司令部的。怎么叫司令部的呢？整匹的布买来把它撕成零块。哦，司令部，司令部的啊，这么着解释，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哦，整匹出的钱少，这是生意经。俩伙计站在这儿，嗯，哎，一唱一和，哦，俩人，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我怎么陪衬呢？哎，好，不错，哦，哦别让了，便宜了，就这个，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个东西，哦，还拦着价，哎，别让了，赔呀、啊，得跟真的一样，哦，拦着别让了，赔了，咱们俩人来一来。好吧，我给您来这伙计，我学这卖布头的，您来拦着我这伙计，就别让了哈，掌柜的别让了，赔得跟真的似的哈。那倒，我演戏就没问题。哎，好比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哦，来来往往都是人，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行，嗯，阿姨，赔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好。我还没卖呢，哪儿我就赔了呀？我怎么嚷早了？是怎么着？跟真事儿似的。就后来我几毛我几毛哦，你这儿掌柜长别让了啊，再张就赔了。行了，哎，明白了，明白了。哎，行了，嗯、您出价的时候我让价、啊，我来拦着。嗯，让走了啊，来，嗯，哎，嗯。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大件儿了吧，嗯，不要那一装，是喽，再来这一装，嗯，装装尖尖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哎，瞧瞧这块布，是，看看这个色儿，嗯，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对，这是什么色儿？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白，它怎么那么白？对，怎么那么白？嗯，你说怎么那么白？这我哪知道啊？这个，因为它是白的，这废话。白的气死头场雪，嗯，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边了吧，哦，气死赵子龙，嗯，也不让小罗成，嗯，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那个小马超，哦，不提这种白，嗯，单提这种布，是买到家里去，嗯，封被单的左被里的彩门帘的撒锅管去扒，嗯，金铺有金盖，呵，金洗有金晒，好，金拉有金拽，嗯，金灯有金踹，我这是干嘛呢？这是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这嗨，扎的这是十年呐，八年该不坏了他。嗯，说面子有多宽，是布皮有多厚，啊，追都追不动，这钢针扎不透了。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它。这是布头，铁片儿，铁片儿，剪子都绞不动啊！把这气焊焊，铆钉铆，是我得了穿穿，你看大罐锅炉啊，没听说过，吆喝半天白的没人要。啊，有，又拿出一块黑的来，黑的这，哎，黑的不叫黑，它叫青吧，就是青的。不要那一装，嗯，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哦，这是什么色儿？这个
这是本色黑哦，怎么那么黑？是怎么那么黑？哎，你说怎么那么黑？我这又来了，是怎么着？因为它是黑的。哎，对，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包公扎马花儿黑了个腿儿啊，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这不，背过两天没了这不，看过两天没了这不，送过两天没了。这不晕过两天没了，这不耽过两天没铺子二当鬼的吧？说你要不知道，遇上一个桥，你够本电车刀，你上了摸电车，买张电车票，电车这么一绕的，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啊，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够本大石栏，你找了箱子号，什么瑞丽箱的、瑞增箱的、广盛箱的、颐和箱那个箱一号，那个浪啊透着左边上那晃着有个浅箱一儿的，对，站在柜台那儿啊。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对，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字密？怎么西服大？是哦。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是大、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面子罗里转，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吧。你就别忘了，我电大。这个这可大的气着点了吧？是倒在我这摊儿啊！民工你要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打到边儿那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小门脸的小铺眼，小四号小铺点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儿的不块了吧？错不了啊！哪位先生说啊？买个头儿的怎么着？多少钱一尺？哦，站稳脚儿，掏一掏尺寸的要个价儿了吧？是一套五尺长，哦，两套整一张，三套一张哦。哎，连我一块卖啊？大尺量了，姑姑您一张留了吧？卖您多少钱一尺？是啊，两毛钱一尺。两毛。哪位先生说卖不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对，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好，这边都咬了，卖了还不卖了它？干嘛呀？怎么回事儿？饿坏了，生了，知道还得让它。小徒弟知道，没打手工签儿。哎呦，他精致的粗布、蓝布能大摆布耳的。您要还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四哥，什么礼服呢？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走了吧？这块骨头全好了，成事千万的别来我们当做羔羊摊儿，卖的哪桩是外洋货了吧？到了羔羊摊儿，买了外洋货，拿了家里去。您要一下水，在楼上搭，又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迫击跑的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啊！怎么回事？是刮跑了？废话，这块骨头啊，您给两块八，两块八，两块八要不要？是不要不要停。嗯，什么有的本的，我是哪个羊圈啊？哎，本的冤家的叫我顶了他。您要您给两块七、哎、再给两块六、哦、您给两块五，掌柜这么两块五、心里别打鼓，买了不算买了，要了不算要，让两毛取两毛，两块钥匙车钱你得给了吧、哎、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哎、大洋你就给两块整吧，掌柜这两块九你们还不要啊？块九的一块八，一块钱一块六，一块五才要是不要这一块五了吧、哎、这么一块五你们还不要、啊、是让你毛毛去一毛，你让你毛，你让毛毛去五块，用我这赔大吧，我这赔呀。